我是林伟俊牧师，是播道会同福九龙东堂的堂主任。我觉得如果有一种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是很便捷地能够接触到神的说话，当然我们会觉得读圣经一定是很好的，但是有时不是所有人对于读圣经对他来说是很容易，听反而是更加容易接收。我们都不用坐定定一个地方都可以接触得到，譬如好像用一元运动的方式，这个 apps 可以帮助我们随时随地，只要我们想了，其实都能够有机会听得到圣经。我们透过听觉这样去接收到神的话语，对于我们面对充满着这么多不同声音的现在香港的世代，我觉得有神的话语，能够滋润我们的心灵，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求圣灵帮助每一个使用这个一元运动的弟兄姊妹，甚至是未信耶稣的朋友，让上帝他帮助每一个聆听神话语的人，真的能够心里边经历到这位爱我们的神，他怎样的带领我们，牵引我们走每一天的人生。一元读经运动，盼望你能够一起参与，让神的说话听入我们的心，并且活出神的说话。一元香港。